改装资源处理方法时稍有点不同，这两个笔画稍有错位，撇往上勾往下面去，这里面的两横尽量往上面靠，这边空间小一点，下面的空间稍微大一点，整体这个要窄高，不要写太宽，注意这个竖勾应该是向内有两弧形，这边要粗，这边要粗，拉。提按一下，横，这个横可以连起来，但是这个连或者不连，它整体要窄，不要宽。